近日香港政改议题争议激烈，33位牧者同信徒领袖担心教会面对冲击同分化，因而联署发表牧函。我哋访问咗当中嘅牧者，分享信徒面对唔同立场意见嗰阵可以点样做。40岁学钢琴，三年就考到8级嘅吕宇俊，佢嘅恩赐仲被上帝使用喺教会做司琴，但原来佢遇到好大嘅挫折，而最终佢又点样克服呢？爱地球观察站。